新闻专辑由冼大年主持，先讲下重点新闻。林郑月娥反驳两宗刑期复核案批评，指被告违法要受法律制裁，并冇受政治迫害。青屿干线实施双向收费首个工作日严重塞车，运输署致歉承认有改善之处。天气酷热，多区气温一度升至37度。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应近日两宗刑期复核案件和星期日多个团体的声援游行时重申，律政司在两宗案件中绝对没有任何政治动机，指案中被告受政治迫害完全不正确。林郑月娥又说，不希望无理指控动摇市民和国际社会对香港法治精神的信心，对部分人士无理攻击法庭和司法机构表示极度遗憾。李俊礼报道。反对新界东北发展和冲击政府总部东翼前地两宗案件的16个被告，在律政司提出刑期复核之后被法庭改判入狱，事件引起争议。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夜晚主动回应事件，她说市民言论、集会、示威的自由和权利受到基本法的保障，政府一直竭尽所能去保护，但是有关的自由和权利受到法律规管。她强调当局今次的检控工作绝对没有政治动机。两单复核的事件涉及的呢都是一些违法的行为，所以有些说法说今次的当事人呢是被政治迫害啊，或者是所谓政治犯呢，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对于有人批评律政司和律政司长作出的检控和刑期复核是政治检控，林郑月娥认为全无理据。就算违法的行为，律政司按住检控的守则，按住他掌握的证据和适用的法律而作出检控呢，这个是律政司责无旁贷的工作。法庭裁决了当事人是有罪呢，这个亦都是一个公开的审判的结果。当事人亦都可以提出上诉。而事实上我了解到这件事呢，在今年四月呢，起码在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那单案里面呢，他们放弃了上诉。换句话说，他们都接受了是犯了一些的罪行。林郑月娥又说，政府一直鼓励同事坦诚表达意见，但他不可能透露政府内部的讨论内容和决策过程，否则会影响政府的管治工作。他亦都从来没有参与或者干预律政司的工作。林郑月娥说，明白社会对政府的信任少了，但律政司的工作对香港很重要，如果纯粹因为有人有不同意见就借此批评律政司司长，或者试图分化律政司，是不可取亦都不公道。林郑月娥说，不希望无理的指控动摇市民和国际社会对香港法治精神的信心，又对部分人由于不满裁决对法庭、司法机构或者上诉庭法官作出无理的攻击表示极度遗憾。整个的决定呢都是完全是从法律的方面来到考虑，绝对是没有，我再说绝对是没有任何的政治的动机。我觉得他们伤害了的不单止是个别的法官，亦都是在这里影响着香港的司法的独立，同埋我哋最珍而重之嘅法治嘅精神。任何對於法庭認為佢今次嘅裁決係受到法治嘅干擾，呢啲都係不負責任嘅言論。被問到作為一個媽媽對有年輕人被判監有咩睇法，林鄭月娥回應話：理解被判囚人士媽媽嘅心情。但他回想起佔領行動期間以政務司司長身份同學聯的一致對話，他當時提出在表達訴求的時候應該是守法、和平理性和不影響其他市民的權利和自由下進行，認為這樣才是真正的民主精神。至於今次的爭議會不會影響政府增加青少年參與社會事務的工作，林鄭月娥說，現在很難講年輕一代會怎樣回應政府，當局會多些接觸年輕人展示誠意。律政司就再度发声明，话两宗案件的上诉法庭在判处最终刑期的时候，竟已考虑被告完成社会服务令，并且给予刑期扣减，做法同过去处理刑期复核或者上诉案一致，并不存在所谓的双重追诉或者双重判刑。而律政司都是在法例指定的期限内提出刑期复核申请，两宗案件的被告仲未开始履行社会服务令，因此完全不存在所谓秋后算账情况。商业电台记者李俊礼报道。
北京反驳有外国批评香港上诉庭对前学民思潮召集人王之锋、学联前常委罗冠聪同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改判入狱6至8个月。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质疑发出批评声音的人有没有仔细睇过高等法院的判决，指香港居民依法享有权利和自由，但这些人跨越法律界限，以违法暴力手段非法集结或煽动其他人非法集结，对公共秩序和公众安宁造成严重损害，尊重法治不能因人因地有别，不应使用双重标准，希望各方尊重香港特区法院依法进行处理，尊重香港的司法独立。清屿干线实施双向收费首个工作日，往机场方向交通朝早一度出现严重挤塞，车龙延伸至屯门三圣村，在繁忙时间过后至逐渐消散。处理运输处长李瑞珍对交通受影响致歉，承认有改善的地方。周仲贤报道。清屿干线由星期日开始改为双向收费，在星期一第一个工作日的朝早入机场方向只是开放两条自动收费车道以及4条人手收费车道，朝早7点过后已经开始挤塞，到繁忙时间越来越严重，车龙塞到出屯门公路和三号干线，龙尾一度去到屯门三圣村，更加影响到大榄隧道往九龙方向亦要实施间歇性封闭，繁忙时间过了，车龙先逐渐消散。准备出发去旅行的程小姐形容情况离谱，话足足塞了成2个钟头先到到机场，好彩提早了出门口。嬲得我啊！我由转车站塞到而家，坐了2个钟啦，赶住上机添啊！但我哋原先睇翻早咗好多，就系因为今日好多人登机啊，所以特登想快啲。但早都等我2个钟啊，知。的士司机姜先生就话：客人因为塞车鼓噪，形容新措施失败，唔单止阻碍旅客行程。自动缴费和人手收费都要花很多时间等候。昨天已经来讲他们不是很够5元用了，因为司机买到收费广场给20元，他会问你拿多个5元，这时候你又要差多个5元，其实是很阻时间咯，所以收费很慢。运输署在朝早约10:30加开了一个收费亭，其后再加多一个，到挨晚一共有6个人手收费亭以及3个自动缴费亭，其中一个是巴士专用，到挨晚的繁忙时段交通大致畅顺。运输及房屋局长陈凡联同处理运输处长李瑞珍等到清屿干线收费广场视察，李瑞珍对今日交通受影响致歉，他说今日交通流量同平日相若，但是承认有可以改善的地方。那我在这里说声不好意思先，其实今天的交通流量和平时差不多的，那也都是我们估计之内的，但是我们看回的确有些东西我们可以做得好一点，譬如呢买水马的地方呢，其实是有一些可以改善的地方，可以令到那个设线的时候做得顺畅一点，另外呢可以在那个路牌啊那些指示啊提示驾驶者那里也都可以做得好一点。被问到清屿干线可不可以暂停实施双向收费，李瑞珍话：如果车辆使用有收费亭的车道而无需停车缴费，会对交通安全造成隐患，署方同警方商讨之下作出现时的安排。他又话会压缩工序，尽快安装同启用其他收费亭。陈凡就话：署方好努力，用咗一切可行的措施舒缓交通挤塞。商业电台记者周仲贤报道。受到富热带高压脊同热带风暴天鸽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天晴酷热，多区在下昼录得超过37度，不少市民都话天气闷热，要多饮水同留在有冷气的地方。天文台预计星期二朝早酷热天气会持续，午后可能受热带风暴天鸽影响有骤雨，可能有狂风雷暴。再由周仲贤报道。本港多个地区在下午录得超过37度，其中打鼓岭录得最高的37.7度，石岗37.5度，九龙城和黄大仙37.3度，跑马地37.2度。在黄大仙有市民说是近期最热的一日，连吹的风都是热的，要回家开冷气。在摩士公园泳池有泳客说池水好像温泉那么热。好热啊，好热啊，跳下去的时候
当时真系浸温泉咁啊，好似。亦有电单车送货员话，开工五个钟头已经饮咗好多支樽装水，送货去冇电梯嘅唐楼特别吃力。头先啱啱睇到嗰个唐楼啊，旧式嘅冇电梯，嗰阵时大家爬上去啦，爬到三楼话咁热嘅，好似有啲唞唔到气，嗡嗡地咪啊，除头盔吹一吹，咁啊冇乜嘢啦。喺九龙城街市有主妇话会整多啲消暑食物，咁啊冬瓜汤啊，俾多啲清凉嘅嘢佢食啊，生果啊，西瓜、苹果啊。天文台预计星期二上昼酷热天气会持续，但是随住热带风暴天鸽进入南海北部，星期三有机会影响广东沿岸。科学主任李耀辉话，本港在星期二较后的时间开始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香港可能受到天鸽的不稳定的天气影响，即是后期的云量会多了，骤雨和狂风雷暴也有机会出现。环保署就说，星期一下午的充沛阳光有利光化烟雾现象，令臭氧和二氧化氮迅速形成，加上微风不利污染物扩散，令到空气污染情况转趋严重。部分地区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录得八或者以上，健康风险级别达到甚高水平，空气污染情况晚上稍为好转。商业电台记者周仲贤报道。热带风暴天鸽逼近台湾，当地气象局发出台风陆上警报，预料风暴今早在俄联备近海100公里掠过。台东同屏东县当局宣布当地星期二停工停课。广东省防总预测天鸽星期三将以热带风暴或强烈热带风暴级正面登陆广东东部沿海地区，启动防风三级应急响应同联合值守机制。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和风暴潮蓝色警报，福建省当局启动防台风四级响应。伊丽莎白医院一名患有严重肺炎和多重器官衰竭的68岁男病人，三月中接受手术后要长时间插入导管进行全静脉营养疗法补充营养液，到上星期五情况突然转差，左边身体出现瘫痪情况，检验显示病人右脑出现微细血泡，临床症状同左边身体出现急性中风吻合。由于脑内出现气泡属不寻常事件，院方列为医疗风险警示事件。病人其后转送昂船洲的高压氧治疗中心进行高压氧治疗，再转送东区医院深切治疗部治理，目前情况严重。院方初步了解，确认医护人员已经为病人作出即时的临床治疗，会深入调查病人脑部出现气泡的因由，会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调查，八个星期内向医管局提交报告。被揭发有影子学生同行政混乱等问题的屯门兴德学校，校董会委任训导主任宋卓范主任校长。宋卓范形容是临危受命，会继续处理开学事宜，确保顺利开学。校董雷其昌说，今次事件问题症结是前校长陈章平，他至今还未处理交接事宜。陈晓莹报道。兴德学校的教师和校董在开会之后，通过委任原本是学校训导主任的宋卓范担任助理校长，会后校方召集出席会议的老师和校董影大合照，期望新学年有新开始。在学校任教了10几年的宋卓范形容自己是临危受命，他又说教师士气好，未来会继续处理开学事宜，确保开学顺利，相信教师不会再有分化的情况。我绝对有信心，同事来紧必定是一批同事，而且是熱心教育的同事來的。第一件事我們要解決就是接下來開學事宜，我們一定要確保所有學生是上學是順利的，還有我們都確保9月份的工作是運作得暢順的。他又說新學年有48個老師，包括17個新人，又請了文員助理，又編制人手開學。有老师对委任宋卓范主任校长表示欢迎，同主任都系啦，算系相处咗一年啦，相信佢有足够嘅领导层，可以带领到我哋一班老师可以继续向前。件事曝光之后咧，我谂学校里边会更加透明嘅，所以我完全唔担心有啲之前发生嗰啲问题嘅。校董雷其昌就话，罢免前校长陈章平解决咗95%嘅问题，剩低嘅系同财务有关。佢话有联络陈章平翻学校交出文件，但系碍于有传媒陈章平
婷一直唔愿意翻学校。雷其昌认为，现时校董会最大难题系要攞到学校嘅账簿。账簿牵涉到好多嘅合约啦，譬如嗰个承建商、承办商，佢完咗嗰个合约啦，咁我哋要俾钱噶嘛？咁如果我哋睇唔到账簿，咁佢俾50,000嘅张单我就俾佢咩？咁另外有好多嘅嗰啲账项咧，系我嚟雇佣唔同嘅支援嘅嗰啲嘅人手嘅。佢又话校方会再研究点样商讨交接嘅事宜，包括喺校外交接，相信事情可以解决。对于有指陈双平认为校董会喺佢请病假期间将佢革职做法有问题。雷其昌话：暂时冇收到陈章平有关嘅上诉。商业电台记者陈晓莹报道。阵间翻嚟新闻，仲有美军麦海恩号驱逐舰喺新加坡附近同商船相撞损毁，10名官兵失踪，5人受伤。美方彻查第7舰队接连撞船因由。美韓舉行為期11日嘅年度聯合軍演，今年演習兵員人數減少。北韓批評軍演為半島局勢火上加油。去旅行喉嚨最熱唔舒服。即係5月12:17，酷熱天氣警告生效，氣温31度，相對濕度81%。大京都電池鵪鶉鏈川貝枇杷膏便利裝，隨時舒緩喉嚨不適。繼續民間新聞專輯。美國第七艦隊驅逐艦2個幾月嚟第二次在亞太區發生撞船事故，早前闖入中國美濟礁近海巡航的麥海恩號驅逐艦在新加坡東部海域同運油船相撞，艦上最少10人失蹤，5人受傷。美軍徹查第七艦隊接連發生撞船事故的因由，又下令全球美軍艦隊暂停运作1日，提升安全。彭燕汉报道。美军第七舰队辖下嘅麦海恩号白克级神盾驱逐舰，星期一清晨近5:30前往新加坡港口例行停泊途中，喺新加坡东部海域同一艘商船相撞，左舷严重受损，撞出一个直径大约5米宽嘅大窿，船员休息室、机房同通讯室严重损毁入水，官兵要堵塞缺口，阻止海水再涌入。军舰之后以本身嘅动力航行，中午前抵达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舰上最少有10名士兵失踪，5人受伤。美军调动直升机，联同新加坡、印尼同马来西亚当局派出嘅舰机，喺附近海域搜查失踪嘅美军士兵，暂时未有进展。有受伤嘅美军水兵喺社交网站贴文，话当时正系瞓紧觉，唔知道撞船详情。涉事嘅商船系挂上利比利亚国旗嘅运油船，排水量30,000多吨，当时正系由台湾运载近12,000吨燃油到新加坡。虽然船身有损毁，但系并冇漏油，船员全部无恙。麦海恩号今个月10号曾经喺南海执行自由航行任务，并进入由中国控制嘅美濟礁12海里近岸范围。解放军派军舰进行警告驱离。是總統特朗普上台之後，美軍第三度在南海執行航行自由行動，表明反對中國對南海的主權訴求。特朗普結束休假，乘坐直升機返回白宮的時候，被問及事件時就形容事故糟糕。今次是美軍第七艦隊驅逐艦2個幾月來第二度在亞太區發生撞船，也是2年來的第4宗同類事故。美軍驅逐艦飛馳傑拉德號6月在日本附近海域和菲律賓貨船相撞，7名海軍殉職。美國海軍調查之後認為艦上人員疏忽職守，上星期將艦長為首的3名高級軍官革職。正在約旦訪問的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就強調，要徹查接連發生撞船事故的因由。美軍作戰部長查理德森委派海軍上領戴維森親赴第七艦隊總部查證艦隊的表現和戰備狀態，確保這支負責太平洋防務的艦隊不再出現大問題。查理德森指今次是近期在太平洋戰區發生的重大事件，認為需要更有力的行動應對。查理德森下令全球美軍艦隊停止行動1日，以便採取適當措施提升安全和有效運作。有分析指，第七艦隊甚至海軍高層可能出現重大人事變動。軍事評論員洪林認為，美軍軍艦短期內1年發生2宗撞船事故，反映指揮和管理系統出現疏漏，就是沒有躲避及時。那麼如果是這樣的話，恐怕最先進的艦船，你再出它的雷達先進也好，操作的這種器械先進也好，
那么恐怕也抵不上那么指挥体系或者说管理体系中的这种疏漏。有内地军事专家就话，美军喺南海实施航行自由任务，对其他国家抵近侦察同加强军演等，令到官兵出现疲态，撞船可能系疲劳驾驶造成。上电台记者彭建夏报道。美国同南韩星期一开始举行为期11日嘅年度联合军演，今年演习兵员人数减少。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否认因北韩关系。南韓總統文在寅強調，美韓軍演無意加劇朝鮮半島緊張局勢。北韓就批評軍演係為半島局勢火上加油。冰平報導。美國同南韓軍方今日開始舉行代號月之自由衛士嘅年度聯合軍事演習，直到下星期四，美軍出動咗17,500名士兵參演，南韓軍方就動員50,000兵力。演習兵員規模較去年減少7,500人。此外，美軍仍然未決定係咪派遣航母等戰略武器參加今次嘅軍演。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否認係因為北韓嘅關係縮減演習嘅規模。指今次軍演重點要放在作戰指揮和控制，消息指今次的演習將會依據美韓作戰計劃進行，包括模擬在朝鮮半島出現緊急情況之下，美韓將先發制人攻擊北韓核武和導彈設施。美韓聯軍為防範北韓在軍演期間進行軍事挑釁，提升警戒狀態。南韓總統文在寅早上在月之國務會議上強調，今次美韓軍演是例行演習，主要檢視南韓防禦力，絕對無意加劇半島緊張局勢。北韓不應該扭曲南韓守護和平的意圖，更加不應該採取挑釁行為加速局勢惡化。他強調，北韓應該認識到因為接連的挑釁行為，美韓才會進行聯合軍演，形成惡性循環。文在寅又說，北韓不斷發展核武，國際社會施以制裁，近期半島局勢比任何時期都要嚴峻，民眾的擔憂加劇。他極之希望半島能夠有持續的和平和穩定，將會以韓美同盟為基礎，加大同國際社會合作，避免當前的局勢惡化到戰爭邊緣，希望北韓停止挑釁，積極參與實現半島和平。如果平壤政府做出勇敢決定，軍事對立將會得到緩解。而正在南韓訪問的美國戰略司令部司令海頓和南韓國防部長宋永武會面，重申美方對南韓的安保承諾，將會向南韓提供戰略力量和導彈防禦力量。北韓官方勞動新聞就發表評論，強烈譴責美韓聯合軍演為半島局勢火上加油，加劇緊張局勢。上電台記者丁明報道。印度當局早前指，中國同印度邊防部隊上星期在兩國邊界西段的班公湖地區附近互相推撞和掟石，兩國各有士兵受輕傷。北京說，印度士兵當時採取激烈動作衝撞中國士兵，造成中方人員受傷，北京提出嚴正交涉。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說，經中方核實，中方邊防部隊上星期二在班公湖中方一側進行正常巡邏，受到印度邊防部隊阻撓，雙方發生肢體接觸，批評印方違反雙方就維護邊境地區和平安寧達成的共識，危及中印邊境西段局勢，敦促印方切實遵守1959年實際控制線，嚴格約束印度邊防部隊活動，維護邊境和平穩定。西班牙警方在巴塞罗那市郊小镇击毙一名怀疑背带炸药腰带的男子，当地传媒说死者是上星期四巴塞罗那连环恐袭在逃的22岁摩洛哥裔通缉犯亚博亚科布，他涉嫌当日驾驶合货车在巴塞罗那撞死13人，再骑劫一架汽车逃去。警方说，亚博亚科布将司机杀死藏尸车内，令呢宗连环恐袭案的遇害者增加到15人，8多人受伤。美国同俄罗斯关系进一步恶化，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宣布，后日起将暂停向俄国民众签发赴美的非移民签证8日，直至下星期五至恢复办理，所有预约签证申请都会取消，估计将影响数以万计准备前往美国的俄罗斯游客。美国驻圣彼得堡、叶卡捷林堡和海参崴领事馆就会无限期停发非移民签证。大使馆解释，咁做系报复俄罗斯驱逐美国外交官出境。俄罗斯在上月底驱逐755名美国外交官出境，相当于美国驻俄使领馆总人数的1/3，报复美国前总统奥巴马驱逐俄罗斯外交官。
美國德州大學校長芬維斯要求即時移除在校園內放置的南北戰爭時期李將軍等多名南方邦聯軍將領的雕像，指這些雕像已經成為白人至上和親納粹主義的象徵。校方設置封鎖線圍起這些雕像進行拆除工程，警方出动大批警力到场维持秩序，几十名支持同反对的学生在封锁线外争辩。个几星期前，大批白人主义同亲纳粹分子在夏洛茨维尔市游行，反对拆除李将军的雕像，结果同反种族集会人士发生大规模冲突。一名白人青年驾驶私家车撞向反种族集会人士，造成一死19人受伤。警方在葵涌区把名男子涉嫌贩毒，在一部目标汽车车尾检获超过19公斤海洛因，黑市价值大约1400万。毒品调查科相信毒品是准备分销到全港。陈浩伟报道。毒品调查科探员节目先报，昨日朝早8点在葵涌安荫村巴士总站外面埋伏截查目标车辆。毒品调查科行动组高级督察林柏桥话，在行动之中，他们拘捕了一个38岁男司机，在他身上检获700克海洛因，再在车尾箱4个报称装有药膏的纸箱入边检获大约18.7公斤海洛因，黑市价值大约1400万元。在个纸箱的，即系我哋搜查呢个纸箱里面咧，其实佢个表面咧就系摆咗呢啲药膏嘅，咁喺呢啲药膏下面咧就系隐藏咗嗰啲我哋相信系海洛因。我哋相信呢批毒品咧会喺香港嗰度销售嘅。其实我哋相信佢个毒品销售地点系遍布全港，不过我哋都要再深入咁调查，睇下佢个销售，即系主要个销售地点喺边度。林柏桥话，检获嘅海洛因高达50樽，相信未进行加工，形容数量可多，相信准备分销到全香港，正系调查被捕人士有冇黑社会背景，唔排除稍后有更多人被捕。新闻电台记者陈浩维报道。在会展举行的美食博览结束，不少参展商趁最后一日减价促销，有展商话生意好过去年，有市民话会场内有好多即弃餐具，感觉不环保，亦有市民话会场通风险佳，油烟味强烈。李俊礼报道。最后一日的美食博览，不少参展商为了清货出尽办法促销。虽然是星期一，但会场入面仍然逼满市民，趁最后一日购买减价货品。有市民专程带备手推车，花了近1000元购买产品。咁见到啲好特别嘅嘢，即系平时冇见过，咪试下咯。有啲韩国嗰啲土，买咗几多钱？1000几蚊咯。亦都有市民见到有商户推出100元六大包，每包5个装嘅韩国即食面优惠，买埋最后嗰包，仲有赠品。见到话最后一包嘛，咁我咪帮衬你买埋最后一包，等你开心下咯。送多个嘢俾我哋啊！我鼓励噶，佢又即系可以收工啦，系咪大家都开心啊？今年有不少参展商即场烹煮食物俾市民试食，有市民觉得会场通风唔好，多油烟味。呢个系因为多咗好多熟食喺度，好大阵嗰啲，即系本身呢度啲冷气都唔系好够啊，再整埋仲更加之难顶啲。因为你美食节，你一路行一路食，又系一个过程嚟嘅，系啊，所以冇办法自己带你个风扇嚟吹下咯。亦都有市民话会场入边多咗即弃餐具，感觉唔环保。即系煎嗰啲牛肉、猪肉紧咧，好大个竹签咁咯，系啊，兜嗰啲都系啊，都唔环保噶啦，肯定。但商会就话无可避免。你话环保，我都冇办法啦，因为尽量就用啲，我哋用啲比较可以再做嗰啲，譬如我而家用竹签啊，用啲纸袋啊，即系嗰啲都可以循环再用嘅。有参展商话，今年本地市民嘅消费相对比起游客多，生意比旧年好，多咗2-3成到啦都。最主要就可以啲货唔使拎翻走，呢个最大嘅因素咯。咁因为星期六日嗰日都已经条数已经追咗额噶啦，咁应该好满意都。今年的美食博览有近1500个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商参加，是历届最多。商业电台记者李俊礼报道。美国全国迎来1999年来首次的日全食，今次日食东西两岸民众都能够看到，其中12个州约1200万名民众更有机会欣赏日全食。今次日食在本港时间晚上11点几开始，全场约2.5个小时，而日全食的时间为1分16秒，整片大地将漆黑一片，犹如深夜。美国对上一次出现全国规模的日食是在1918年6月。头消息，
在台湾举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里约奥运铜牌得主中华台北的郭坎顺在女子举重58公斤级别以总成绩249公斤夺得金牌，其中挺举举起142公斤打破世界纪录，比大陆选手邱红梅在2007年亚锦赛做出的原纪录多1公斤。编辑晚间新闻专辑报道人雷霆881讲香港人话，5月12:31，天气报告。天文台预测本港今日初时大致天晴同有烟霞，天气酷热，气温介乎28-34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星期三密云有狂风骤雨，随后几日仍然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天气酷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提防中暑。现时的温是31度，相对湿度81%。财经 online。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21,698点，升23点；纳斯达克指数报6,217点，升91点。欧洲股市下跌，英国富时100指数报7,318点，跌5点；法国 CAC 指数报5,087点，跌26点；德国 DAX 指数报12,065点，跌99点。汇市方面，美元兑108.98日元，欧元兑1.1811美元，英镑兑1.29美元，澳元兑79.36美仙，新西兰元兑73.19美仙。金价每安士报1,289.3美元，升5.17美元。纽约期油每桶报47.62美元，跌89美仙。伦敦布兰特期油报51.74美元，跌98美仙。呢节财经 online 报道员，投资伦敦金唔同买卖实金，投资者需注意相关风险，千祈唔好随便授权经纪用你嘅户口进行买卖，因为一旦授权，经纪唔需要你嘅同意就可以进行交易，日后有任何争议或损失都难以追究。财经事务及库务局提醒市民，投资伦敦金授权要小心。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暴风，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